应该有蜂蜜。阿、啊、秋。大家好，我是妍妍，我们今天来到小娘家了。来，每次来的必备就是看一下他们家多肉长成什么样子了，因为他们也是全部放在外面露养的。其实我最喜欢的就是他们家的那个火鸡，火鸡是纯原土养的。上次我不是就是砍头了嘛，把一些大的，现在我来给大家看一下它现在长成什么样子了。我感觉火鸡真的是长得太快太快了。来看一下这一盆火鸡，上面又冒了好多的新枝，上次都被我剪得差不多了。你看那些小嫩芽现在又冒起来了，冒了好多好多侧芽。你看他们就全露养，然后全原土种的。但是我上次我发现了一下，就是我们上次的那一颗，看化水了，就是那叫什么初恋化水了。因为初恋纯原土我觉得还是不太透气，但是火鸡就不一样了，像稻草一样长得特别的好。看这边好多冬美人，还有玉树，你看这个玉树都是夜插出来的。我们来看一下它的肉肉，这盆冬美人真的是长太好了。你看这个盆的这个造型啊，它居然还可以长这么好。看一下这盆观音莲，之前一直说它不抱崽，你看现在抱了好多好多，特别多的崽了。现在看冬美人、白牡丹超漂亮，像小莲花一样。虽然现在都没有什么颜色了，但是状态还是很好的。看这边这颗是雨燕座，哇哦，刚刚还说状态好，这一颗应该是被虫吃掉的。看这边的金龙月现在颜色好惨淡哦，前段时间很红很红的。这边的纸乐，这边的夜叉苗，这个图也真是超级无语。看这一颗情人泪，情人泪长得超级长的。